简易的无线充电模块怎么制作？首先准备材料。首先，我们把漆包线缠绕到一个圆柱体上，沿着一个方向缠绕15圈后折一下，然后继续沿着原来的方向再缠绕15圈。发射端线圈制作好了，同样的方法接收端线圈制作，沿着一个方向缠绕30圈即可。接线头打磨下，把电阻焊接到三极管的基极上，把线圈的前后两个接线头分别焊接到电阻还有三极管的极电极上，接收端线圈和发光二极管的两个引脚连接，这样子就完成了线圈的焊接。上电后就可以测试下效果了，两个线圈相互靠近， LED 灯就会点亮，隔着 A4 纸也可以把 LED 灯点亮。